好的，现在是我们在一个枪厂，我们刚进来地铁的，然后这里是很大的价值，因为是我第一次坐地铁的时刻。哇，很厉害吧，风有点大，火放没了。好好，现在我刚买完票，叮叮，可以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在地铁站什么？我要等车，等我们一下啊！我们下来了，然后再等吧。现在还有两站，我们要去这个第八号线，对吧？我很厉害哦，这些。We are now arriving at 锣鼓巷站。走。这边啊。我们来这里，因为我要去一个公园，因为我要拍照，因为今天不是第一天下雪嘛，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特别。所以今天就很适合录个 vlog 拍个照。好的，到公园了，我给大家拍一下好吗？噔噔噔噔噔，材料呢？素材，速度的速吗？苞米地，对，这叫什么？玉米爆。我们到了，特别特别冷。你来看，谁来参与我了？哇，你看，我们做了一个作品，很骄傲的作品。INTO ONE，INTO ONE，太好看了，我要拍照。哇，今天我来，刚刚不是刚到一个公园吗？也不算公园吧。但是走一走的地方，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手链吧，一个饰品，很好看，这么样的，就是你要找自己的名字，然后你可以做到一个手链啊、项链啊，这样的，很厉害吧？耶、yeah ！天黑了，这里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你好。啊，很像啊。哇，这个太大了吧。
这里风很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们真的被冻死。真的被冻死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我们真的被冻死。来了，今天我们。来了，我今天来吃个。吃个。吃什么？吃什么？火锅或者烤肉。火锅是火锅，吃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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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锅。我们耳朵太红了，你不看看你的？我害羞的，他会碎了。Please promise.